有事做呀。Sugar 九克，我不能吃哎。哦，好酷啊！哇！Our guacha, which is made out of plant for that, and the这个好不好吃？这个好吃，这是我最期待的。我吃下午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、这种。软绵绵的，一拿就丢。中间是香蕉泥，它的那个中心就是那个水果。这个我们不能吃哦。好。我给你个试探吃，吃下去。暴力吃甜品。柚子的。对，香蕉版的吧。可好吃，不甜的。鸡肉味，
周天，今天是三月下旬了，已经天气都变得比较暖了，最近的话都是零上，就在零度左右徘徊，很少会到零下了。那我现在就是去超市买点东西。今天早上才在网上看人家说这个牌子的酸奶好吃，可是我最近在戒糖，研究一下成分 ，sugar 九克，这个 sugar 九克我不能吃哎，现在还是只能吃这个，或者是这个。我平时吃的这个牌子的 sugar 是五克，然后呢这个也还行，这个是六克，刚才那个九克啊，好吧，我还是 stick 在我这两个牌子上面吧，然后把奶换成 cream 的话 sugar 是零。我喜欢吃的这个面包它算是比较低糖的，它的 sugar 是两克。刚才那个小面包我放弃，先把主食断一断，今天才第六天呢。 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 Good Friday， 但是我今天要上班，然后今天超级无敌冷，应该是多伦多最后最后冷的时候了。
调酒啊，这边喝啊。这个粉红的一定是喜马拉雅粉，玫瑰吗？这蘑菇可以。这样子，这样玩。